各位，何宇文跟拉拉两位今天要带来新东西哦，让我们好亢奋啊！对，来来两位，两位来来来来，我今天表演这个，哎，一看造型就应该是粉粉的哦，柔美窗帘，有粉红色又有黑色，柔美窗帘啊，我会第一次，您要的窗帘在柔美，应该就是了，不要攻击别人。好，那我们用最粗浅的判断，最近来台湾最红的，最红的是谁？他们今天可能就唱表演 Black Pink 粉红色黑色，对，真的，你有在看吗？有啊 ，Pink 哦，你都 Pink 哦，黑猪啊，好厉害 ，Black Pink， 哎，我刚刚没有，哎，没有听清楚，哎，我 Pink， 我宪哥认识我那么久，我一向都不会跳舞，肢体算是有点残障，头上还有伤害。文姐真的很认真，你看她的后背的沙龙巴斯，看，看，好，对啊，我贴了多沙龙巴斯，绩效贴，绩效贴，你可以跟。我生过小孩，沙龙巴士嘛。我生过小孩，那我骨盆比较松，我比较松一点。我而且我跳到属膝部都拉伤哎。他还没跳的时候就说他遇到了，属膝部拉伤看不到啊。喂，我真的去复健很多，因为我一开始是跟我女儿小朋友很喜欢 Blackpink 哦，对。但是我学着学着，我就开始更有兴趣，而且一开始我连小孩子都跳不过。你不要撕啦，你的衣人就跳不好，就跳。会粘到毛，这个是我两个女儿，哎，好可爱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哎呦，真的呢，你看以前跳的真的有点笨啊，同手同脚的，这也不过是三个月前呢，这我女儿啊，啊，可爱，可爱，这小女儿，哎呦，两个这么大了哈，对啊，好快啊，哎，以前我是跳的比我女儿还烂呢，哦，右边这个是谁啊？哦。他很会扭哎，哎，那个是别人的小孩哦，那别人拍谁拍？我右边那个别人，哎呦！但是我的意思是我跟拉拉会觉得，不管几岁都不要放弃梦想，当然对。那我就想说，为了女儿，然后我想要也开始学舞，因为我想要跟他们一起快乐，陪他们健康快乐的成为他们的朋友，对，不要拒绝成长嘛。今天就给你看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人家说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，No， 我告诉你，老狗只是累了，对。他们想休息，他们把戏可多了。今天就给我们带来这段香香的宝贝。We are Blackpink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哎哎，这不是夏拉吗？对呀。哎，这不是女王吗？不是啦，是小花。哦哦，这个，是哟。激素。哇哦！激素，激素。大家准备来朝圣了。Jenny, Lisa.
H 呢？好，东南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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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天哪！东南亚，哦哟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拉拉，哎呦，哦拉拉怎么肿出来呀？拉拉。拼了！哦，真的是没话讲，鞋子穿到有没有跳到已经掉下来了，真的真的哇，很拼命的。语文就是基础是吧？基础，基础，基础，基础 ，flower， 基础，因为基础了。我生日跟基础只差一天，差一天，然后我从来都不会跳舞，差一天 ，OK， 差一天也要讲，我比他大差几年，我比他大了整整18岁，哇，然后很明显呢，不输给他，不输给他，哦，真的让人感动，对啊。啊、我想要跟我女儿讲，妈妈做到了。我真的感动快哭了。我以前陪我女儿跳舞的时候，连半首都跳不完。对啊。然后我那时候刚得完 COVID-19， 跳舞怎么会喘啊？这叫长新冠啊，长新冠，喘到哭出来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，我会不会不到他们成年我就死？死了！喂喂喂！对啊，呸呸呸！然后，宝贝女儿，你都不知道妈妈以前红的程度，对对不对？然后我总不能永远给你看以前的影片嘛，对，你给她看影片，她竟然要去看 Brad Pitt 的影片，就这样。妈妈今天 Brad Pitt 做得到，妈妈也做到了，好吧？一个一个给你们介绍，就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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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手。拉拉当然就是 Jenny 了嘛 ，Jenny。然后这一位就是 Lisa 了嘛 ，Lisa 味道很强，这一位是。七小瓜嘛，对嘛，小瓜小瓜。哎哎，你刚跳到一半，你知道怎样吗？我们就说到 Rose 跨海提高。表演而已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原本呢，我要模仿是 Lisa， 因为妹妹想模仿，就说好给她，然后我就模仿 Rose。可是因为我知道我戴的假发都一定会很丑，就我后来一化完妆，我以为我模仿的是那个自由玫瑰，自由玫瑰，好像的，好像哦。有没跟？不会啦，比较会啦，有抓到。我们要谢谢小瓜，小瓜真的谢谢你，谢谢谢谢小瓜，真的很厉害耶！来来，请老师跟我们讲评一下感受什么？老师不敢，但因为我觉得平常我在舞台上跳舞啊，其实很真的蛮喘的，然后又要唱歌，但我觉得他们刚刚表演那个表情都顾得超好，我觉得表情控管是跳舞在唱歌是最难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，真的。这个演 Lisa 的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她19岁。什么？夏拉也出唱片了，还有吗？哦，我是一个底出舞曲，阿妈唱跳舞曲，现场唱一下好不好？唱跳，他说可以吗？他可以吗？我的鞋子现在长，他开口笑，我开口，我太激动了。要现场唱跳一段吗？可以吗？跳一段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妈跳。哎，林简清他跳起舞来也是很棒的，对，很稳，很强哦，他很强，无所谓，相当稳。哎呦。这个不行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啦，也可以。哦，来段音乐给他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夏拉。别怪我心狠手辣。
台风很稳呢，棒哦，很稳呢，而且还高低鞋这样，高低脚，这个叫全怕少壮，是这跳舞这种活儿还是要用年轻人来做，跳舞真的好，跳完之后也不容气不喘。未来来讲，走上大舞台的时候，演唱会你不止歌艺要好，对啊，你的舞蹈也要很棒，是一种呈现。对，所以你看呢，你这次有没有什么演唱会有什么特殊会跳舞吗？有有，这次演唱会会跳蛮多新的舞曲，因为这张专辑里面很多的舞曲，然后现在都还没有露出，每张会不会全部都跳？就那么精彩，再次谢谢他们的付出，好吧，谢谢。